你睇下佢哋几开心啊！佢哋点会谂到咧？系嗱，我想问阿昌昌，你有冇留意最近阿屈荣贤同阿才子陶杰之间嘅口水战啊？哇！呢、這个你有冇花留生意我呢哋件想事？讲好耐噶，系我亦都请你，即系可能可以话俾我哋听下，即系屈荣贤佢背后吓、啊，究竟佢即系。一路以嚟成为一个屈才女嘅心路历程，由呢个点解唔系会看待佢为一个即系长久以嚟潜伏喺一个建制派嘅第五中队咧？吓、啊，由当年由一周刊出身，呢个受过呢个黎智英嘅俸禄，系咪一直潜伏喺呢一个梁振英身边？吓、啊，呢、这个屈荣贤出书，仲有梁振英出嚟就系喺度写罪。咁啊，即系究竟呢个团伙啊，即系入边佢哋究竟系咪呢个时间先至系应该系即系？準備去開佢哋拖時，就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咧，係咁樣。咁所以就係阿陶傑係。你睇过嗰篇文第一篇啊？我讲紧唔系陶杰还拖，或者之后佢再还拖嗰篇第一篇文，你觉得佢针对嘅系边个？CIA 嘅饭局里边就有呢个嘅纪律部队训练学院嘅院长，在还有呢个才子陶杰，边个先系主角啊？你觉唔觉？你记唔记得呢篇文？我真係冇深究，因為我睇完都係笑嘅啫，主要係。唔系有意思嘅呢啲字，read between the line 呢个就系、是，因为佢大公报登噶嘛。主角是某纪律部队训练纪律部队训练学院院长，不是陶杰。陶杰系攞嚟映衬呢个饭局里边嘅可信性，因为唯一开名嘅系佢啊嘛，大家都识佢啊嘛，香港人。如果佢唔楞陶杰个名落去，冇人睇啊。第一系咪？屌，道听途说都唔知边个。为咗加强说服力，就加埋陶杰落去啦。然后真正重点就是 CIA 十几年前已经物色在纪律部队里面的人，培养他们高升。这个跟大陆整治习近平、整治傅政华如出一辙，即是说屈永贤及其后面的势力里面的纪律部队人员，有一些是美方的人。其实那篇嘢的意思就是这样。陶杰就是躺着也中枪的，其实因为要增强说服力，所以躺着中枪的。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告诉上边听，香港的纪律部队昔日十几年前的纪律部队受中央情报局培训的人已经成为高层。你想想这些嘢，你当然跟邓炳强这些人讲实在太高 level 了。我觉得虽然大家都是中大校友，我们都是同年的，其实他是崇基社工，是吧？大家都是校友，对中大学生会的这个解散感到惋惜，是吧？但实际上我想大家读的科不同，读社工就可能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认识比较少一点。听下我们节目都有些改，就是希望有些保进的。不过我想现在这个年纪都很难再装些新嘢入去，装落去嗰啲都系假嘅，其实。咁所以咧就，识睇你就睇到啦。咁而家究竟呢个林郑月娥与纪律部队运成嘅呢个新管治班子，可唔可以跨越佢嘅任期再做多5年呢？如果大陆都斗到嘭嘭声，香港亦都会一样。问题就系吹响咗向林郑月娥进攻嘅号角之后咧，冇 follow up 啊。跟住仲要俾人揼咗一拳，叫 Pandora Box 啊嘛，呢个 Pandora Paper 啊嘛。你话香港系唔系权来国往咧？Who cares？ 嗰个施政报告讲乜嘢？香港人都集体躺平嘅，irrelevant 啊，同我哋。你又冇咨询过我哋，又我哋又影响唔到嘅，系咪？即系讲咗等于冇讲，你继续喺度自吹自擂。你又话咨询咗几多人？其实我哋叫连北区都会计划呢几个字都未听过。你咪自己讲咯，咁样香港人嘅反应而家咁啊，所以我哋决定今集我哋都唔讨论施政报告就咁嘅原因，讨论都冇意义啊，因为大家唔好再继续扮啊，好似呢、这个打咗格仔，打咗外国格仔之后就认为呢个政府仲系向香港人负责，其实唔系噶啦，呢、这个政府向共产党负责，我哋纳咗税嗰啲钱咧，其实佢唔需要向我哋交代嘅，其实。嗱，可以讲一点嘅，讲一点嘅，因为而家林郑最后一届政，最后一年。咁都話要改組呢一個政策局啊嘛，咁如果我冇計錯嘅話，就係變做係15個局啊嘛，十五個局加3個司長，咁再加埋林鄭本人，唔係睇先，十五個局司長
林鄭，睇下先，一路三兩十五，係咯，冇錯啊，加埋咪十九文集班子咯，咪就係四司啊嘛，係啊，四司十五個啊。再加埋十九文集班子咯，临走先整个十九文集班子出嚟，唔系全名阿昌昌，全名应该系叫做死尸十九文集班子，死尸啊嘛，四个司长嘛，加咗个副司长嘛，以前系三司啫嘛，而家咪四司咯，系啦，咁就系即系咪同埋佢咨询，我谂佢有做过咨询嘅喺随缘会咯，可能系。咁如果嗰陣時候可能係因為諗住呢個北區計劃，全部啲樓都係俾個恒大起噶，咁咪掂咯嚇！嗰陣時候如果一早拍板嘅話係唔係啦？而家轉咗啦！而家民建聯建議啊，俾中鐵建中國鐵路總局起呢個咩啊洪水橋啊嗰條鐵路啊，由大陸起啊，引入競爭啊，唔係啲樓你唔好以為。你唔好以為流啊！呢個電視上蓋咪都係俾翻恒大起咪得咯，可以填翻條數咯。嗱，恒大你都係民企啊！我話俾你聽啦，如果你跟住一條鐵路、兩條鐵路嗰度五條鐵路規劃嘅，所以我話呢個香港一帶一路就係咁嘅意思啊，係呢個斯里蘭加漢班托塔港喺香港嘅翻版嚟嘅，就由中國鐵路公司起好啦，工程人員由中國施工隊嚟啦。工程顾问由中国的施工队负责了。你所有外资那些什么Dragas 啊那些什么金门建筑啊那些全部没得玩的了，我告诉你听啊。铁路都没得玩啊。你以为只是整个北方都会给你啊，新香港都心给你啊，是个过程里面啊，因为他一带一路在外面吸不到水了嘛。民建联现在不是明罗开道帮这些在外面找不到食的铁路，喂，大亏损的，你知不知道中国铁路公司是天文数字的负债的，是。那怎样打开香港人的仓呢？我就说一铺清香港袋就是这样的原因了。填海一定是公务工程的，不用想。这个一带一路模式。是吧，债务陷阱就是这样的。填海铁路跟着公路北区大建设里面，我想问究竟这个饼是给外资工程顾问、外资建筑公司、港资建筑公司还是中资建筑公司？大家一看就清楚了。如果有条友告诉你，我准备起个玫瑰园，跟着在之后见记者，人家问他 budget 是多少，我们都没有估算，那你就知道什么事了。我所知香港政府做规划就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所有内部讨论都有 budgeting 的，因为你要过 finance branch 的，要过财务科的，要过库务局的，所有公务工程共重大的公务工程政策，重要这个是超越玫瑰园和大屿山这个北大屿山填海工程的明日大屿的，怎么可能没有 budget 呢？就是说上边任攞啊，开仓任攞啊，没有 budget 的意思，真是不是没有做 budget， 是没有 budget， 没有做 budget 和没有 budget 是两回事来的，其实即是一张 blank check 任填，咁大家准备交多啲税啦，唉，恭喜啦，真系！如果唔交多，边个找啊？中国缺钱缺得好紧要嘅，而家系啊，佢一定要靠美国佬发美债噶，我话俾你听啊！佢而家咁样嘅债务危机，仲有啊，点止电方已经睇到习近平好唔掂噶啦，其实我哋都分析过啦，电方根本就唔系乜嘢咩同美国捉紧好大盘棋。而是中国的煤炭集利益集团、电网利益集团和发电厂三大利益集团之间的角力，大家谁也不服谁，而习近平是摆平不到，国务院的官僚躺平，否则怎么会中国的这个燃煤的价格是高过澳洲的燃煤价格，差不多去到一倍那么多，发电功率低过人家，含流量高过人家那么多，是居然即是新百伦卖贵过 New Balance，乔丹卖贵过这个 Jordan Air Jordan， 那就想想了，然后电网就控制在李鹏的女儿啊，那些的分了，电网就说电厂的出厂价不准升，你 absorb 了煤炭成本，两边一夹，发电厂就躺平了，
我唔發電啦，我要加除流裝置，因為你啲山西煤含流量太高，借頭借路就瞓低。於是集豬頭就急到而家都搞唔掂，冬天嚟緊啦，係咪？真正嘅用電高峰期都未出現，已經搞到咁啦。咁點啊？大家逼習近平對澳洲 back down 啦，唯有咁，但係對澳貿易戰 back down 嘅話，咁又點算咧？咁咪習近平豬頭面子何存咧？所以喂，其實如果我是林鄭的話，不如應該施政報告就講清楚，將所有外匯儲備啊、財政儲備啊，直接捐咗去算啦，捐翻俾北京算啦，搞咁多嘢做咩啫？如果真係愛國愛港嘅話，係咪？梁振英呢啲就掛住提呢一個英國有幾差啊，糧食供應短缺啊，係治安唔好啊，咁樣你講到英國好差，咁你作為國家領導人，你有冇出謀獻策解決個電荒問題咧？捉得咁大盤棋嘅時候，你對於國際，我見穆加貝喺個文匯報寫文都多過你梁振英評論呢、這、一個即係我國祖國嘅外交政策喎，大佬喺度做緊乜嘢啊？係嗱，昌昌，如果你話誒、哎，我當交保護費，我將全香港嘅財政儲備俾 Q 咗你使啦，共產黨絕不答應啊！十四億人民才不會答應。十四億人民點解要絕不答應咧？因為佢要割香港韭菜啊嘛！Come on， 你俾一個俾曬筆錢我，嗰、那個上限就話，即係我而家買你怕啦，唉、哎，我呢間屋我唔要啦，我俾你啦，我走啦，屌我自己乞食都好啦。唔係啊，佢要你債務纏身嗰下先緊要啊嘛，佢割韭菜，你有冇聽過咩？林鄭咪話發債咯，有咩問題啊？賺硬嘅，明日大漁如是，呢、這個北區超級都會計劃如是，大佬250万人啊，按照香港統計局的人口的 projection， 包括之前發表的人口報告裏面，香港何來有新多250万人啊？那些人說啊，再加上明日大嶼，兩邊加上是香港會新增加300万人口，人從何來？現在淨流出香港人口，因為移民淨流出，那你就會知道這個北區都會計劃、明日大嶼加上這些，就是叫做將來的一個冇咗一國兩制下面由深圳移居的人口啦，提供就業機會，這個90几万个有就業機會，唔係淨係香港人嘅，俾喂香港使乜住咁多樓啫？如果你按照而家人口嘅增長一路跌嘅啦嘛，已經係再加埋你就算單程證都好，都冇去到咁嘅人口數目喎，係增加250万喎，未計明日大嶼噃。人從何來啊？錢從何來啊？不過香港坦白講，而家公民團體瞓低曬，輿論意見領袖唔敢出聲，於是大家就唔再討論後面嗰啲嘢啦，冇人討論。我見到淨係本土研究社講過，啊，你咁樣搞呢個嘅流浮山數碼港唔掂嘅喎，咁係嘛？你睇到嘅而家所有政黨回應公嘅呢、這個。出嚟评论嘅，全部一面唱好啊！所以我咪话，当你冇晒呢啲制衡嗰阵时，先至系气郁上演啊！你以为佢真系要斗到呢个黄之锋啊呢啲咩？系将借呢个政治事件，将香港社会嘅内部监察力量铲平，铲平之后就正本戏上演啦！正本戏上演就系屠穷匕首现啦，施政报告就系。咁大家睇清楚啦，呢、這個張松獻地圖，林鄭月娥獻地圖，啊，擺埋俾你香港睇，跟住佢就話我諮詢咗你意見嘅咯，喺施政報告，係咪？所以我頭先講呢個屈榮賢攻擊呢個紀律部隊呢件事咧，就係、是、你完全符合曬成嘅延續，係內地權鬥嘅延續，係咪？佢只係唔敢點名係邊個，究竟係盧偉聰啊？我就諗。啊！我而家真系要又要翻翻去福爾摩燒呢個情況，係嘛？呢、這個究竟係盧偉聰啊，定係鄧炳強啊，定係十幾年前做紀律部隊訓練嘅，即係警隊裏邊副警務處長咧，負責人事及訓練嘅警務處長啦，究竟係邊個咧？咁我就畫鬼腳啊！開始冇辦法㗎，香港冇正常嘅時事評論㗎啦，已經大家冇興趣討論公共政策，根本係。一个完全不受市民信任的政府，
冇民意基础嘅一个立法会，所有政治建制都冇民意基础，然后被铲平嘅公民社会，然后你讨论同我讨论公共政策有咩意义呢？我想话唔系我想躺平嘅。剩翻嘅就只有阴谋诡计呢方面嘅政治，我哋可以讨论咯。虽然花生指数系好高，咁但系就实际上面，即系我哋只能够系去即系保存一个记忆，即系我哋自己嘅讨论入边就系话，如果第日即系香港系有翻一个真系属于人民、香港人嘅政府，我哋点样系去处理我哋嘅公共政策？咁啊，留翻呢种思辨系可以有机会我哋即系。看看有沒有終有一日是可以實踐回的，這個思辨我覺得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說只是純粹講陰謀詭計，講這個即人事鬥爭，這個實際上面去到現在去到12月一定是會多多聲，我們從來都知道香港的政局一定是即內地的政局的新言來的。所以就算再加上這個特首選舉，雖然那個都不是選舉，但這個牽涉到內部的權鬥的嘛，是不是？而家去到12月咧，就一定係好多嚇，即係呢個學似你成日講啊咩啊，一個勾後腳啊、踢神狼啊嚇，依啲咁嘅嘢咧，就越嚟越多噶啦，應該係嚇。咁我哋咪即管就坐低就睇下你哋點樣光速去加速咯，係嚇。咁你光速去加速嘅時候，就係因為尤其是喺呢個即係嘅競選進入呢個所謂嘅佢哋嘅。眼中的競選期間入邊咧，咁要就係越做就要越多嘢啊嘛，係。咁越做啊越多嘢嘅時候，其實咧好多時候就係做多就錯多，又或者係露出破綻，就俾建制入邊佢哋自己嘅人係去即係狗咬狗嘅係。咁所以係的而且確，我哋又唔憂話題嘅，即係但係就有冇公共性咧？咁的而且都係爭啲嘅係。咁不過呢個係另一種陽謀嚟噶嘛，另一種引蛇出洞嚟噶嘛。佢哋自己好似細流，你話攬炒十色嘅最後一面禁制，就算喺到國際層面禁制入面，其實喺香港入面都係禁制緊呢個本土嘅攬炒嘅。你認為呢啲咁嘅施政方法喺去到真係落實嘅時候唔會出亂子咩？八達通啊，而家連增值都增值唔到啦，即係嗰第二期消費券啊，嗰2000蚊啊，而家唔知道整好翻未啊？連呢啲咁嘅小事而家都會出事啊，越嚟越多嘢會出事噶啦。即係唔單止係講緊，即係頭先我哋一開始講到，即係勞工問題啊，其他依啲去到最前線嘅執行係完全已經係你係光速咁樣加速嘅係。嗱，而家咧，我覺得咧都係一個即係光線光速加速之後嘅一個十字路口嚟㗎。我覺得究竟會再加速啊，定係會暫停咧咁樣？呢個好取決於中美關係。剛才我們講過，香港的內政就是大陸的權鬥的新言，同時也是中美之間角力的新言的。所以不要只是盯住香港裏面，鄧炳強說什麼其實不重要的，其實坦白說他來去即引戰狗來的嘛，其實即引起話題的嘛，然後等你班友自己即用政治手段令到香港人覺得那個恐懼 Rule by Fears 的一個工具，總之鄧炳強就是。但是中美在瑞士的会谈之后呢，现在确定出来的就是根据 Reuters 引述这个美国的高级官员，就是说呢，他对话指我们在元首级别以下进行最接触最有意义最有实质性的一次，这个是相当 positive 的一个 comment 来的，跟上次阿拉斯加会谈是很不同。我不信这些中文传媒怎么报的，大陆那些你看回外国传媒报，我现在看的是 BBC 的报道，这个美國的高級官員補充對 BBC 的記者講法，就是說華盛頓希望此次會晤能夠成為未來接觸的典範，不過這次會晤不應被視為兩國關係解凍，就是說現在有即是怎麼說呢，你當拍拖一樣，就已經是答應了你一起出去看這個長津湖戰役的了，不過呢就未拖手，大家還是在那個戲院那個炮谷位那個擺炮谷那個位置，大家攞炮谷嗰陣時，兩個神唔覺意接觸到啫，就未拖埋一齊。不過大家係睇緊長津湖戰役噶啦，喺戲院裏邊，肯定係。咁好啦，咁美國嘅算盤係乜嘢咧？咁下一波就會話係一個視像會議，係嘛？咁白宮咧就話裏邊嘅聲明講到咧，呢個蘇利文喺會談裏邊就提出。美方對中國一些行為的擔憂，包括人權、新疆、香港
台灣和南中國海的問題。而中國外交部的聲明就是說，楊潔篪闡述了中方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涉海人權問題上的嚴正立場，要求美方停止利用上述問題干涉中國內政。這個就是他們的一套說辭。但我一直都說，就是 Anthony Blinken 和這個最主要的其實是 Jake Sullivan 這兩個人的看法是什麼呢？就是要區分對抗、競爭、合作三個範疇。現在就是埋台在談怎樣劃，究竟叉燒包是屬於競爭，那糯米雞呢？還有山竹牛肉呢？那鳳爪又怎樣呢？現在就埋位談了，究竟哪一些是合作範疇，哪一些是競爭範疇，哪一些是對抗範疇，三範埋位談。現在就大家在找共識，共識一確立就會有視像對話，習近平和拜登視像對話裡面主要是談合作範疇，不是對抗範疇。如果對抗範疇是不需要談的，其實擺明就是說，譬如同澳洲簽核潛艇協議，這些有什麼跟你談？是台灣軍售，這些可能都會談，但是呢將會談什麼呢？就是個合作範疇的 agenda， 就是下一個跟拜登的習近平的高峰會，然後跟著視像之後很短期之內一定是在二十大召開之前會正式在瑞士會面兩國，然後習近平就拿著這個對美鬥爭勝利由任他說的嘛，然後拿回去召開二十大。因為如果不是以他現在的形勢，他不打美國牌他搞不定，我覺得內部對他的挑戰會越來越嚴重，特別是電荒這件事，不要說地產爆破，跟著會糧荒，我估計糧食進口都有問題。咁如果唔打美國牌，何來有呢個 claim victory 啊？佢要 claim victory 啊嘛，如果唔係佢點連任啊？咁拜登呢個頭腦就會借，好唔老禮喎，習總。如果呢個時間呢個宣傳呢一個長津湖戰役，咁會唔會佢對住拜登嘅會談都係凍到表示變冰雕咁樣啊？係，然後翻去話自己贏咗㗎，係，即係睇到美國嗰個大勢，而家就係話，即係就算我同意基本勢量你個分析嘅係。咁但係我所理解而家第一民情，我諗相信對即係中國嘅印象嚇，即係係亦然冇乜大嘅轉變啦。咁第二亦都係因為中期選舉嘅關係嘅時候啊，多多少少即係外交上嘅問題都係會成為即係兩黨喺一個即係國會大選入邊當中嘅 agenda 嚟嘅議程嚟嘅，係或者同選民即係係去攞個議題嚟講緊，即係究竟雙方邊一兩黨邊一個政策係即係孰優孰劣。咁所以外交問題上面，尤其是即係民主黨啊拜登佢哋阿富汗咧慣咗一鋪之後嘅話咧，基本上無論自己民主黨嘅國會嘅議員嚇，咁當然共和黨更加咬住你唔放啦，係喺外交問題上邊咧都係會傾向尤其是選舉逼近嘅時候嘅話咧，係點樣展示翻呢一個即係美國即係作為呢一個即係世界嘅領袖或者地區穩定嘅主要嘅維繫嘅人嗰種尊嚴。是怎樣去重新建立一齊。咁所以基礎上嚟講，我覺得即係嗰個至少表面上嚟講，即係對華強硬嘅情況呢係會即係表面上面延續嘅。咁所以拜登能夠係點樣，或者民主黨係佢哋嘅貿易代表開始再搞貿易談判嘅時候，係有冇咁嘅回旋嘅空間，可以既滿足到老共嘅面子，但是自己在这里又可以是对于选民是有一个交代呢，这个是要拭目以待的。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有个忧虑呢？这个就是 我对美国政治的认识不算深，我也不是读美国政治出身。但是在八十年代八九年之后呢，因为当时我在香港民主同盟工作，在八九年九零九一九二的时候呢，就是跟民主党政府 MFN， 部分是共和党政府来的，其实。MFN 問題就是討論得最熱烈的時候， MFN 同埋九二年通過香港人權法香港關係法的時候，我的經驗告訴我聽，當這種所謂有框架的競爭，我想大家明白Pompeo、彭斯、博明這班人的策略和現在布林肯、蘇利文和這個Campbell的策略的分別在哪裡。
余茂春、Pompeo 呢班人咧就係經貿與政治掛鈎。嗱，好清楚啦，即係兩者係唔分分唔開。你要經貿正常，你要政治上你要用，包括台灣、香港對新疆、對呢個咩南海問題。中共一路的立場都是說分開興管控分歧，大家記不記得楊潔篪一路所說這個中國外交除了習近平之外最高的負責人楊潔篪一路都說中美要管控好分歧，管控好分歧。我的憂慮是什麼呢？可能我是錯的，其實或者誤判不出奇，時事評論總會有誤判，不過我覺得如果一 delay 的話，中共就會出生天了。由Donald Trump 年代，由超級鷹派和強硬派所製造的一個這樣的破局的局面，他就出生天。因為當年90年就是這樣了， MFN 還 MFN 傾，不要跟這個六四平反，不要跟釋放民運人士拉在一起，中共就出生天了。92年南巡跟美國交張單，鄧小平說我自己出馬告訴你，繼續開放，不用怕投資，美國佬說 OK， 是吧？三年制裁完， MFN 正式整税，現在貿易戰我覺得出生天的，你問我也是三年。當你管控分歧的話，你劃個 boundary 嘛。現在 Jake Sullivan 經常都說，就是中美不是對抗，是激烈競爭。好了，激烈競爭的話，那個 boundary 在哪裡呢？它會卡那些科技轉移的，一樣會。等於美國對中國的武器的限制是相當長的，六四之後禁運，武器禁運是相當長的，這個沒有改變。不過他就將那樣東西視為這個叫做激烈競爭領域或者對抗性的領域，然後將那個的合作領域就分開了， delink 了，我們叫做政治和經濟脫鈎了。所以很多人說未必的，美國未必是這樣。我覺得不是拜登的家族有沒有跟中國勾結，不是這件事，而是我一直認識的美國政治建制對華政策，其實就是這個只是他們的 常態。由 Donald Trump 這種建制外的勢力帶入班農這班非主流的勢力，到 John Bolton， 到 Matthew Pottinger 這班人，就不是 Anthony Blinken 這類，這類是 Foreign Affairs 的常客，紐約時報的常客，經常跟那些的Thomas Friedman、David Anatus 這些人一起吃飯啊，在華盛頓大家放風啊，這樣是這樣的，這個叫做華盛頓的建制。但是這個建制的方式就是傾向呢所謂管控分歧了。我覺得中美的共識就是在於大家已經 agree 了管控分歧這個方法去處理中美關係，所以才有視像會議的通話，雙方領導人，然後跟著就將所謂合作領域視為他們再下一輪面對面談判的一個 agenda 了。這個就是我的分析，很大機會是會向著這個方向發展。這樣的話，香港會不會成為 condom 呢？會。為什麼呢？因為在整個中美的角力裏面，美方重視香港的經濟利益，台灣的是軍事政治，美方在台灣沒什麼經濟利益，反而是地緣政治利益，所以台灣才是美中關係管控分歧裏面最重要處理的問題，不是香港。那中方會怎樣處理呢？所以我去到關鍵，如果我沒有水晶球，我只可以講以前六四的時候，他就放幾件黃單出國咯，所謂人質外交。所以他現在人民戰爭，我們講朝鮮戰爭就是這樣嘛。人民戰爭的方法是什麼呢？你看紅軍作戰一樣的，紅軍作戰是沒有所謂前線後衛，是全線衝鋒，因為他人多命戰，全線衝鋒。好了，你德軍陣地還擊的時候，他就看到你的缺口在哪裡，然後待第二波，我們叫 human wave 就是這個意思了。 human wave 即是人海戰術，好像一個浪一個浪，好像個海那樣湧過來嘛。第一浪被你射死了不要緊，我就看到、哦、原來這裡死得多一點，那裡死得少一點，那我就在死得少一點那裡又再湧 多一些人過去，湧到你的缺口出現的時候，他就砰一聲在那個位置打進來。
香港過去一年就是 human wave 的戰術，全方位湧過來香港，起碼推進了100米，然後你跟美軍談判退回50米，其實他已經實際推進了50米。所以我說中共是一個談判上很難纏的對手。以往他用不到這個方式在香港，為什麼呢？2003年曾慶紅就決定董建華下台，用董建華下台來跟美方去建立這個在香港問題的共識。現在沒有了，他已經推進了100米了嘛，就算他對美方 drawback 退回10米給你，就放兩個，放黃之鋒去美國讀書。數香港是不是會改變呢？絕不是，已經 step 了嘛。其實你再加上那個